北京时间9月2日晚23点，英超联赛第四轮，曼联将在客场挑战伯恩利。作为英超顶级豪门的曼联，开局只有一胜二负，球队可谓压力山大。伯恩利 vs 曼联，曼联目前一胜二负，仅积三分，三轮比赛过后仅排名英超第14名，整体表现甚至有些保级球队的感觉。而上轮主场0-3完败给热刺，更是给曼联全队上下不小的压力。穆帅在新闻发布会上呛声记者， CEO 伍德沃德也遭到球迷的质疑，部分球迷甚至准备在今晚的比赛中雇佣飞机挂横幅，要求伍德沃德下课。如今的曼联乱成一团，如今曼联只有靠赢球才能暂时缓解问题。面对表现不佳的伯恩利，曼联必须要全力以赴赢下三分，给予自己反冲时间来解决后防线以及团队氛围问题。伯恩利欧联英超双线作战，球队刚刚主场1-1战平奥林匹亚，联赛三场一平二负同样乏力，其中包括主场1-3输给沃特福德以及2-4不敌富勒姆。球队上赛季超常发挥，排名英超第7，但本季阵容深度并没有太明显的提升，想要恢复上赛季的荣光难度非常之大。赔率，曼联客胜 1.50， 本场比赛竞彩官方赔率曼城客胜为 1.50， 平局为 3.60， 主胜赔率为 5.40。 从比分赔率看，曼联1-0小胜最被看好，赔率为 5.80， 其次则是2-0取胜，赔率为7。整体来看，曼联客胜赔率不断降低，临场应该有望跌破 1.50， 这对曼联来说是个利好。比分上面看，曼联恐怕难打出大胜，1-0和2-0值得期待。今晚曼联应该有望止住颓势，全取三分暂时缓解压力。网易彩票阿辉。